亚丽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能。你不用感谢我，我把你当舅是因为我也喜欢你。完蛋，亚丽这个傻姑娘一下子就上头了。市长，他用的是我送的水杯。李思乔官宣了，你快看朋友圈，就刚刚，你快看，没跟我商量他。结果，林思乔官宣的女朋友是白兰。学长，特别好吃，啊。你们在一起了？是啊，学妹，你是来祝福我们的吗？不过你下次要注意方法方式啊，我怕我女朋友她不高兴。可是你昨天跟我说……不好意思，学妹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但无论我说什么，请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要是对你造成了什么伤害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，林思乔她就是个斯文败类，就你把她当宝石的公主。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你的吗？舔狗，喝呀，舔狗。你不是爱喝吗？酒馆出队，保你喝够，我就把这酒馆盘下来。老板。刷信用卡可以吗？这事儿呢，从此就成了一个罗生门。到后来，连刘亚里自己都不能确定李思乔到底有没有说过喜欢他，这也就成了亚里的一个心病。从那天开始，他突然变得千杯不醉。我去找他。我是认真的，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认真的。所以聚会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没有记错。是，但是后面出了一些意外。林思乔。啊，白兰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对不起啊，学妹，我又喜欢的人了。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我，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。那会儿我正处在保元的关键期，我担心他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，所以你就选择牺牲我呗，假装没有跟我说过那句话。对不起，亚丽，这些年我一直很后悔，所以复试名单一下来我就跟白兰分手。但是那会儿你已经离校了，我问所有的同学，他们都找不到你。我听说那天社团聚会你要来，我想。这可能是我跟你解释的唯一机会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你告诉我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有意义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来？亚丽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能。这位是？我是他老板。